十二月十号在台中有一个五只股的一个公益活动，那我们来这边现场，我们会来做一个快闪演出，那也欢迎啊各位现场的观众，那可以献出爱心。那我们的募款箱呢，就在前面这一个啊我们的椅子这个箱子上。那待会我们来做第一段表演之后呢，我们在飞行甲板会有日本的一个战鼓、遥望天神鼓以及台湾甲胄武士队，我们来啊合作来做一个演出，那非常难得的机会。奉天神鼓，台湾甲胄武士队表演开始，请现场观众朋友给我们一个热烈掌声，谢谢。
义务哈，为了公益发声，为了让大家知道知府的公益慈善晚宴。那五知府呢，每一年都会举办各个慈善机构，让他们来做春节的前戏的一个。算是维护这个维护呢，它就是可以让这些社福单位、一些身心障碍单位，他们可能平常很少有舞台机会，就趁着这个晚宴跟活动，然后让他们表演，然后我们发社福金给他们，所以我们全部都是全力以赴。下个礼拜在台中的草港城，下午呢从2点开始到5点，这个活动每一年，今年刚好举办第10年的，今年听说昨天知道总共200。有。